这个行医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救人吧？就是在马路上见到人有难处，都得出手相救，对吧？何况唯一医者呢？如果大夫为了保全民警而瞻前顾后、见死不救，那还做什么大夫？师傅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这不是知不知道怎么做的事儿，这是新的事儿。医者仁术，你们心里头没有这个人字。三根手指问乾坤，未来一冷老中医 coming soon。